你都知道了。你是，可他是你大哥。他做了叛徒，兄弟们不放过他。他叫我帮他了解，作为兄弟我不能不答应。一来替你爹报仇，好事。我的车在外面，你动作快点。打死我后可以脱身，只是不要伤及我。我的遗言是。 你替你爹报了仇之后，希望你能走一条正道。肖大哥低下有志，一定不会希望他的儿子永远是个 这单生意我接了，这一块钱就当是报酬了。真痛快！我马上安排互保委员会委员安排你见面。不用了，你也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，恐怕他们不会想见我。没那么简单，让你来做这件事，互保委员会必须有两个委员知情，这事儿才可行。告辞了。